柯城镇各界新春团拜在舞龙舞狮的喜气祝贺下，为现场每一个人献上祝福。镇长蔡文义、主席杨碧村率全体同仁向大家拜年，祈福镇运昌隆。镇长蔡文义也感谢过去一年大家对镇政的相挺，让公所施政有显著成果。在过去的一年当中，咱甲头城镇创造真多无可能的一个任务。这个当中让所有的镇民感受到幸福、荣耀、圆梦、投诚，一步一步的开始。咱看到去年咱除了和爱唱歌的朋友，咱举办了金音奖，让每一个人走入大舞台做到歌星的一个梦。另外，咱的头围大歌厅举办了非常的这个感动。另外咱去年咱也有做到这个烟火节，和全台湾真多爱好烟火的朋友来到头城佚佗。另外咱伫这个去年的当中，咱嘛伫今年特别来动工吼，真多的这个停车场特别来给施造吼。尤其观光客来到头城上看看的就是停车场。所以讲去年的这个拍拼，也感谢咱在座各位对着公所这么样的支持。镇长也发放新年生肖纪念红包给与会贵宾及同仁，新春开工日为大家添喜气。2024年目标使头城迈向幸福荣耀的城市，并体现圆梦头城。新的一年当中，咱要追求到更加好的一个梦想。那么希望讲尤其今年上届早的这个这个活动当中吼，就是伫这个3月1号，咱的夜市啊要来甲公所的后援，要来彻底刺激到咱头城的这个经济。今年烟火节嘛直接甲大家报告，去年拍一工，一工咱拍2000几秒，是全台湾拍上久的。今年咱可能会阁破纪录，咱可能会阁破纪录，可能会两天的方式吼来呈现给大家。所以讲嘉义头城的朋友嘛愈来愈多。总讲一句，咱的头城真正有改变。最近大家拢感觉到头城提升真多，尤其咱今年的这个连接灯饰，伫咱公所顶头前的布置也好，伫头城大桥的布置，伫老街的布置，伫火车头的布置，在和这个12乡镇规个议员官伫评论当中，咱会当讲是这个新颖的一个表现。所以讲哦，咱头城会当进步的上大的原因，就是咱大家今仔做伙这么啊和谐，这么啊进步。恁今仔日会来到这个现场，就代表恁对头城拍拼的心绝对无输人。啊，佫一点就是讲要甲各位报告的是讲哦，即下拢伫拍拼，尤其阮代表会公所嘛，咱即下拢直直杀的是讲，以咱即马。国道五号拢塞车，就即马就是塞，一定塞啦。哦，咱这個台62线哦，已经经费嘛编落啊，哦，拢未来经费嘛拢超预算吼，拢预算落啊，吼。啊，咱即马七条就是咱来塞的，后摆咱来去到这个台北市啊，做南港区啊，吼，30几分就到啊。啊，这条咱哦，所以咱头城人是上福报的，后摆咱行这条就好啊。啊，所以讲咱的观光客后摆来拢伫遮来，啊，所以讲哦，这就是哦。拢有滴塞个代志，也嘛爱甲大家报告安尼了了吼。所以讲，唔是看到伊讲安尼，哇，喜娃娃老者，其实哦，建设就是拢有滴计划。在享受过欢乐的农历新年之后，今天是开春上班的第一天，头城新春团拜就在热闹的气氛中结束，迎向充满希望与理想的新年。宜兰新闻记者黄竹汉采访报道。